那我们现在来吃这个口蘑。口蘑呢，主播经常看到国外的一些主播们来吃，然后呢，主播呢就立志来填补咱们中国人在吃这个口蘑的方面的空白，为咱们国家做一点贡献，咱们国家做一点贡献，大家支持一下主播啊，支持一下主播。好吃好吃，哇，好鲜美好鲜美，一下子把我从那个小猫小老鼠跳舞的房间里拉回到森林里，一大片那个落叶的那个中间，就是它的视野是很矮的。哇，这好鲜美！然后现在周围就开始开花了，就很多那种美丽的鲜花，然后开满了整个森林。然后等一会儿小红帽要从这边经过去外婆家了，太好吃了！小红帽来了来了。既然小红帽经过咱们这个开满鲜花的森林，旁边还有一只小白兔，主播描述的是想象的画面，想象的画面，没中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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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红帽的头顶还有一只蓝精灵。这也太搞笑了！主播没中毒，西瓜是吗？那我们换一个，换一个啊！好，口蘑先吃到这里。